宋仲基左于宋慧乔婚后甜蜜恩爱。班社自宋慧乔爱记娱乐编导美综合报道。男孩演员宋仲基与乔妹宋慧乔因戏坠入爱河，去年底步入礼堂。婚后乔妹常在爱记与粉丝分享生活，昨传出她十年前买下纽约曼哈顿豪宅，上个月脱手进账1000万台币。宋慧乔在纽约曼哈顿的豪宅外观。凡是自 TVN 乔妹嫁给宋仲基后，昨在爱记上传居家生活照，一次就在爱巢拍摄。苹果报道，投资房产精准的乔妹十年前买下纽约曼哈顿价值17亿韩元约5100万台币豪宅，上个月悄悄以20亿4200万韩元约1126万元台币抛售，小赚1026万元台币。新婚果然替乔妹带来好运。宋慧乔在纽约曼哈顿豪宅的内部陈设，翻数字 TVN 去调查，乔妹的这间豪宅靠近纽约的中央公园，双宋2016年3月曾被抓包在当地约会，粉丝因对这间豪宅不陌生，而且之前分享多张插花照，乔妹左右上传2张打扮修间的品茶美照，婚后生活惬意。宋慧乔之前 PO 出一次在婚房的老公视角照，翻摄自宋慧乔爱记。